去呀，这里很危险的，你没看到吗？大黄蜂都进攻到我们的家园了，你还不快跑吗？你难道还想去击败它？你行不行啊？那你要多收集一些盔甲，盔甲能保护你，这样你才能击败它。你要小心这些炮弹。哎呀，我去，我刚说完你怎么就撞上去了呢？唐三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要是不行千万别逞能呢，如果你牺牲了，谁来保护我们的小五妹妹啊？前面就要碰见大黄蜂了，你可要小心啊。唐三，你要坚持住，坚持住。哎呀，我天，唐三怎么没两下就倒下来了？唐三不服，上一次失败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他说要为了我们家园，为了和小五在一起，他这次拼了。通过上次的经验，他知道要多多收集这些盔甲才能让他变强大，不仅要收集盔甲，还要躲避这些障碍物和导弹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敌人设下的机关，要是中计了，唐三的战斗力就会被削弱。这里有好多的小兵机甲，不过他们对现在的唐三来说都是不堪一击，现在唐三的战斗力超级高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打败大黄蜂，前面就要和大黄蜂终极决斗了。唐三，你要加油啊，小五妹妹在等着你呢，你看我们的小可爱们正在给你送鲜花，正在为你鼓掌呢，你一定要击败大黄蜂呀，使出你的杀手锏。小可爱们，你们的鲜花掌声在哪里？哎呦喂，唐三终于击败了大黄蜂，真的是太棒了。